嗱，咁喺呢度咧，我哋咧就第一個隱寫答案，第一個咧就係 no con no fee， 唔需要 con 唔需要 fee， 就係以前成日都係咁啊，就係咧佢咧借四厘息，每淨係港息咧就要還40,000蚊，100,000啊嘛，1年、2年、3年、4年、5年，預示借40,000，咁。咁咧，而家咧就用一個 con 擺單，用一個 con 係買俾一次性嘅啫，用10,000蚊，佢擺單咗一個 call upon， 咁所以咧，佢一個 call upon 嗰陣時咧，佢就俾緊37,500啦 ，OK， 係咪啊？一年37,500，預設者咧，第二年又係咁。第三年又係咁，嗱喺呢度咧，大家即刻計到啦。呢個 quarter point 即係幾多點啊？2500啊嘛，係咪個分別？嗱，分別係2500。其實2500同10,000比，2500等於乘幾多次咧？等於10,000。四次。係啊，四次。嗱，第一次。我哋做貸款咧，就係、是、最緊要係呢樣嘢啦。係啦，睇唔到，唔緊要。咁嗱，佢咧嗰個四分一咧就係、是、咁。